Hou Yingchao, Ma Long, 2021 Chinese Child. Before the match, Ma Long warm up. This is the match of the Group C, Ma Long, Hou Yingchao. Ma Long is the top seed of the Group C. Wang Jiujin, Group F, Group G and H is easy. Hou Yingchao complained with Coach Liu after the match. Hou Yingchao complained, Ma Long made no mistake. Coach Liu, this is textbook. Too hard to play with you. Ma Long is in a very good shape. I hope that he will keep the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will be organized in less than 100 days. So Ma Long and Fan Chengdong is the top seed for the Olympics. China team has prepared very well. This is the simulation for the Olympics Games.好，比赛马上开始。一上来就是一个发球抢攻。侯英超呢，曾经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的成员啊。2007年的世乒赛单打，杀入过16强。他是在2014年退出了国家队，但是从2018年开始呢，就重返了大大小小的国际国内赛场。 在2019年的时候，39岁的老将侯英超在全国锦标赛当中呢，是先后战胜了刘丁硕、梁靖昆、周启豪和王楚钦，时隔19年再夺了全国锦标赛冠军。那一场比赛，其实也是被球迷朋友们所津津乐道的。 那现在呢？为了备战全运会啊，侯英超代表陕西队出战。其实他现在还是在尽量的去保持一个系统训练，当然这个训练量，包括训练的规范程度，肯定是没有办法和国家队的运动员来相媲美的。那他的特点呢，主要是在于反手是生交，正手是反交。 和绝大多数反手打长交的削球运动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生交经常会让初次碰上的球员觉得很不适应，估计不了他的旋转。那么在上个月成都举行的全运会资格赛当中呢，侯英超也是代表陕西队一起团体杀入到了正赛当中。 那他也3-1战胜过周凯，3-0战胜过梁靖昆，还是给我们的这些小将们包括主力们上了非常好的一课。有一些擦网，马龙第一板先是轻拉。 那现在确实，在国际乒坛上活跃的男子削球选手尤其是顶尖的男子削球手，比较少了。包括我们现在国家队当中，男队唯一的削球手现在也只有马特一人所以对于很多小将来说，平时跟削球训练和交手的次数都非常的少，一到比赛当中遭遇到，确实不太好打。再冲出去。 一局马龙一上来建立了8-2的领先优势，镜头再次给到了刘国梁主席和李晓东指导。
廖东指导呢，也是国乒的一位功勋老教练了。可能相对于现在更多的年轻的小将来说，马龙的球没有那么的爆啊，但是旋转更强，摩擦更好。对于旋转和弧线的理解，其实是要更丰富、层次更深的。10-3。张第一局11-3，马龙轻松的拿下。两个人第一局3-1战胜张玉珍，3-0战胜水谷隼，3-0战胜凌云如，最后打进了决赛啊！但决赛是2-4不敌张本智和，所以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不仅是中国队的这些小将啊，甚至是一些主力不会打削球。其实这个问题放在整个国际乒坛是普遍存在的。当然，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现在确实削球手，尤其是高水平的削球手太少了，大家都没有机会去见过这种打法，没有机会去碰面。不过，其实，在整个德国男队的竞争当中呢，因为有波尔、奥恰洛夫，包括弗朗西斯卡，啊，像削球手菲鲁斯，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能上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接发球判断的很准确啊，反手直接起板。连续的拉反手。你看马龙打削球很少有这种发全力发死力的时候，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先用中等力量把球摩擦住，有机会再去下杀板。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流畅，收放自如。远拉四板，侯英超的反手这个生胶啊，它是能削出这种转不转的变化，也是在国际乒坛当中啊独此一人的这种反手生胶的削球打法，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关键的得分手段啊，就是当攻球手回球到他的正手位的时候，他有这个兜一板的反拉。今年在全运会单打的资格赛当中呢，老将侯英超还是有一点可惜啊，最后决胜局是2分之差3-4不敌另一位上海队的老将尚坤啊，无缘今年全运会单打的正赛。10-2，侯英超现在场上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打一些发球抢攻，马龙来防守，这样11-2啊，马龙又是比较轻松的比分拿下了第二局，现在大比分2-1。接下来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漂亮，
哦，好球，还是晃拉直线，一直是盯着侯英超的这个反手位来拉。对于马龙来说，这也是避其锋芒啊，因为到了侯英超的正手，其实侯英超一板强兜的这个反拉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其实前两局两个人没有真正的特别的较量上啊，我们也希望第三局能够打出一些精彩的攻消回合。冲中路压反手，再冲中路压正手，漂亮哇，每一个落点啊都打得特别的清晰。马龙的每一次出手啊都是带有目的性的，中路正手反手全面的把侯英超调动开。但是拉住中路反手护一板之后再冲正手，这落点太好了。冯超这边应该是要暂停了。在第三局马龙是4-1领先，刚刚呢是老将侯英超叫了一个暂停，比赛继续。是一个发球，哎呦，今天这个正手的准度啊，命中率不是特别的高，其实这些球都是侯英超平时应该有的。今天都消不住，7-1，漂亮反拉直线。马龙第一个拉正手啊，被侯英超反拉之后，第二个球就晃拉了一个反手，点防两板，再冲直线。侯英超现在在场上还是积极的想办法啊，争取打一些主动的抢攻。都是轻拉慢拉，但是旋转很足。这样呢让侯英超借不上力啊，因为侯英超的这个站位还是比较远的，被马龙抑制的非常的难受。还是轻拉啊，依旧是这个问题，反手削的时候退得太远，最后反拉的这一下没有合上位。马龙赛点了。这样马龙3-0战胜了老将侯英超，也获得了自己小组。